剧集《城寨英雄》的收视越来越好，不少观众都大赞定欣演技抵死又搞笑。这日定欣就和阿 Ben 袁伟豪一起为即将播出的游戏节目《我爱香港》担任嘉宾，同场还有剧集《一屋老友记》入面做定欣另一半的欧阳震华，两位哎呀男友同场，定欣会帮哪个先？是啊，咁點啊？你會錫住佢定錫住？但係我同佢哋唔同組喎，佢同 Bobby 一組喎。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兩個都好似又係攬住啊嘛，俾你。啊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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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邊個攬邊個啊？我攬 Bobby 啊嘛。係嘛？我真係太中意攬住你。真係咁開心嘅你。阿 Baby， 唔係阿 Bobby 應該好攬啲啊。阿 Baby 好好，阿 Baby 嘅攬法同佢嘅攬法唔同，即係我攬阿 Bobby 咧就唔會錫嘅，但係我攬住佢咧，哇！直情係。哇！我覺得即係啲同事啊、啲朋友就話：，喂你阿維維啊，佢今日 send message 出去，佢話你完全係將你自己私底下嗰一面咧表露曬出嚟。佢話而家全香港九新界都知道胡定欣係一個乜嘢嘅人。通常做演員都係咁噶啦，除曬衫都俾人睇噶嘛，係啊。阿 Ben 不嬲俾人嘅感覺都係官仔骨骨、斯斯文文，但係佢就話自己細個都幾百厭噶。遊戲機中心打機咯，男仔都好多遊戲機中心噶嘛，打到咧六點幾先翻屋企咁樣。咁你放咗學放十二點嘅啫嘛，五個鐘唔見咗人，屋企人咪擔心咯，唔知喺邊度揾，即知就係機鋪揾咗。嗰陣時有冇手提電話咧？係啦，係啦，就係、是、打屋企電話二幾幾幾幾幾幾 幾, 幾六個字或者喺士多借人電話打。暴露咗我哋嘅年紀添。观众除了煲剧之外，当然都有留意肥妈和陆浩明主持的《今个夏天食平啲啦》。讲起细个的童年回忆，肥妈就话自己七岁已经揸镬铲煮成家人的饭噶啦。坚尼地城就会有嗰啲叫菜篮，其实我好细个就已经响嗰度买菜，然后去包伙食噶啦。哇，即系自己煮饭噶咯，细细个。系啊系啊。好犀利喎！自己细细个几耐开始识煮啊？我七岁当家呢啲讲唔到啦，我十。零歲咧就已經去堅尼地城買嗰啲人哋摘出嚟嘅菜啊，剩啊，我哋好叻揾錢嘅，又響嗰啲工廠大廈去攞啲膠花翻去村啊，剩啊，梁振英都係響嗰度攞嘅啫嘛。即係細細個就養家又養埋屋企，而家包埋屋企伙食嘅喎。梗係啦，不過我唔知道一齊去攞膠花，佢而家做咗特首啫嘛。大家咪睇 Bobby 依家得翻一嚿腹肌，原來佢讀書嗰陣係運動健將嚟㗎。因為運動健將咧係好吸引嘅，即係個樣咧雖然打格仔啦，唔使睇樣，即係我以前行出嚟真係嚇幾嚿腹肌噶嘛，籃球又得，即係我都係田徑隊學校嘅田徑隊啊、足球隊啊、籃球隊嘅隊員之一嚟噶嘛。好細女仔邊個？係啊，都唔使點讀書就升班噶啦，你攞多幾隻杯翻嚟得噶啦。係啊，因為我間學校運動出名噶嘛，係齋運動啫。而 Eric 孫耀威雖然不像 Bobby 咁有運動細胞，但他自小就膽大包天，還有一段難忘的童年回憶。中西區其實很多山的嘛，那時候我的小學是在蒲飛路，蒲飛路是一段出了名很斜的長命斜，那我一放學就那時候試過最曳就是不回家，就有一條那些混凝土那些輸送帶，咁啊同個同學兩個膽粗粗就真係孭住個背囊就坐嗰啲混凝土細細個兜，一人一個咁啊硬硬熬上山頂，點知上到去，因為我翻下晝班，咁啊其實都已經開始天黑啊，上到去跟住發覺咦冇嘢玩過原來，跟住啲輸送帶上去嘅落唔翻嚟喎，跟住咪嗌咯嗌救命咯，有冇人救你啊？到最後嗌咗成都差唔多半個鐘頭，天都黑曬，好彩有個叔叔就我諗係啲工人放真係放。放工了就救回我們，就不知道怎樣將輸送帶就教回調轉行，我們就真的坐回個，其實落到去當然就被媽媽省到在學校門口，就直接是藤條炆豬肉跪地下那些，就是那一隻。